放着，欸，其实有点想练法师哎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不想再见。啊，不要重复购买什么鬼啊？不小心弄到了。这神，精彩活动可以做什么？啊？今天可能要讲坐骑。欸，不对啊，等一下哦。哎，坐骑系统快开了耶，记得呢。就先玩一下，最后再讲啊，就续等。我们现在十等，应该讲不到吧。面子说，同一个人哦，哈哈哈哈。那我们先讲炎狱魔龙爱，这个其实比较像之后的变身呢、啊，有什么变？哎，OK，